我覺得你一定以佢哋為榮嘅，係咪啊？我都係啊！我話咁倉促嘅時間都可以表演到咁，咁大家俾啲掌聲好唔好啊？哦，有禮物咁好喎、啊！誒、啊，早知嗰陣時我都嚟參加啦，又好似嗰陣時冇呢啲咁樣嘅，我唔係好知有呢啲嘅，嗯。我不如我俾你介紹下。各位家長你好，咁頭先一班小朋友所跳咧，叫Sumba，即係 Supertonic 係 Sumba 俾小朋友嘅。咁其實佢哋係注重俾小朋友一個好自由發揮佢哋舒展筋骨嘅機會咯。係一個 freestyle 嘅步，所以好多小朋友會好中意，因為唔係話咁規律化，要練好多基本嘢。佢哋係聽到中意音樂就自己發揮嘅啦，咁其實係對小朋友幾好嘅，因為佢哋好中意將自己嗰啲多元能量放翻嚟出啦，咁同時都可以鍛鍊埋佢哋嗰個體格，做埋運動嚇，咁就好適合小朋友嘅。咁我本身咧，我係叫 Melanie Ng， 我係 personal trainer， 我間公司叫 Shape Up Fit Degree， 咁我教咗兩年，我主力咧係做。單對單個人嘅健康組合，咁如果你對我有興趣咧，你可以去 Safari Tech 嘅 Google 度攞啲資料。因為我有一套健美瘦身方法係唔需要我自家咁跳到索曬氣嘅，係好輕鬆、好方便咁樣幫你瘦身嘅。咁啊，主要係針對住腹式呼吸，係幫你筋骨拉鬆佢，等你嗰啲脂肪可以燃燒，慢慢去活化肌肉出嚟。即係收縮線條，咁如果你哋有興趣咧，咁啊可以去 Safari 嗰度攞啲資料，咁我會有 personal train， 有 group train， 有小朋友 Sumba， 亦都有一啲叫印度嗰啲 belly fit， 咁我有幾種各樣 program， 咁啊去適合唔同嘅需要。我有三個地點，一個喺黃金商場人人菜館樓上，咁另一個咧就喺Hoopa 香山同 Hoopa 嗰度叫做博文展藝中心，我就喺嗰度咧係教 belly fit 嘅，同星期一、星期四。咁啊，另外咧我就會行咧去唔同學校教小朋友 Sumba。咁就你可以攞咗資料之後，如果你 Facebook 咧 at 咗我名，因為我全部啲活動全部喺 Facebook 度。咁多謝你哋。